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人人想过好光阴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有几对好夫妻呀，有几个好家庭。人人想过好光阴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有的是没金钱呀，有的是没感情。无钱有感情，穷有穷开心。有钱没感情呀，富有富伤心。男的有钱又有情，有的是暴乱又肆意。把好好的家庭闹得不太平。你若想过好光阴，正经，别靠着有金钱呀，就伤了好感情。有穷开心，有钱没感情呀，富有富伤心。男的有钱又有情，有的是暴乱又肆意。把好好的家庭闹得不太平。好光阴，做人不能不正经。别靠着有金钱呀，就伤了好。